大家在族里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也就进入了星期四的下午。那今天是九月八号。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昨天七号看到的意象。昨天看到，呃，最少三十二个意象。突然间，我的耳朵有一点不一样。我在我的 left hand side 的 left ear，就是左耳。 很大声的电流的声音哈、哦，哎，好，那继续努力，要记得远远的感恩，远远的走正义路，远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爱我们的上帝，纯心、纯心纯意、纯力去爱我们的上帝，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而且要准备好三件礼物，是每一天的功课，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增加，我们的爱心要增加，我们的盼望。 在呃，到新天新地要增加，那主就叫我们准备这三件礼物，到时候面对主耶稣的时候，面对阿巴父的时候，他自己会显现出来，到底我们到哪一哪一个限度、哪一个程度哈、哦？好，那接下来大家记得啊、呃，谢谢弟弟。 呃，华强山来的黎明之良，也是在 Kevin 弟兄每一天把信息华语英语的 upload 在 YouTube 里头，那送给我们的 YouTube 叫做 Perfect Trinity Blessing，那介绍给旁边亲戚朋友们，还有家人，还有家中的大大小小啊，孩子如果长大了，也要跟他们叫他们准备好，如果是孙子的话，要记得跟他们一起祷告准备好他们哈、啊。那如果是你的父母亲，更要准备他们啦，啊，老年人不要留下。 下来吧，OK <laughs>。那接下来还有自己的弟兄姐妹们、子儿侄女们，也就是子儿侄女，就是我们的一半，对不对？一半的孩子啦，女儿啦，所以大家要记得，家人是神放在一起的，一定要关心啊，一定要为他们祷告。 那讲到这边啊，现在到我的头脑是什么，我就讲什么，好不好？那现在到我的头脑就是，突然间到我的头脑就是，Kevin 的爸爸在医院哈。当然，三弟也有出奇迹啦，有一阵子好像要走了哈，后来抢救过来。然后诶、欸，他还会跟 Kevin 讲，他讲啊，呃照顾、呃、照顾，照顾好像他也不知道，他大概他有这个聪明智慧从神来，就是神在照顾他啊。 诶、欸，那好，那大家都知道，Kevin 的家人他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他呃，Kevin 也很辛苦的传福音给他的父母亲。OK，他家中尤其是父母亲呐，因为他是跟他的母亲住，父亲有时候也去外地哈。好，我们也谢谢，嗯，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的努力哈。讲到这边，我们大家都。 不容易走到今天呢，那我今天为什么这么迟呢？为什么？因为啦，我的眼睛真的很酸，啊、酸你要知道酸吗 s o 时候然后呃很不舒服，然后身体也是变什么都慢了哈、啊，所以每一次要做功课，我就有点挣扎。但是如果我继续继续很很强，就是逼着自己进入做好，但过一阵子哈。啊 啊，越做就越有趣味了，但是有时候就是很爱睡，非常爱睡，好像身体不比呃前几年或者是去年，现在是越来越衰退了哈，就是要回家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要记得为我祷告，好不好？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要记得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是伙伴哈，啊，也是跟天堂合作的伙伴，那找到呃现在。 啊，还有什么嘞？啊，上面那边有一个 video 是这样，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昨天有看到一个意向。 啊，就是好像一个 video，你用你的手提电话听 video 的话，然后你要把它缩小，你不要这么多的电流跑掉啊，然后缩小在底端，我就是看到这样，然后写着两个字就是打击。那我刚才吃午餐的时候，我就听一些新闻哈，那就遇到这个我就听了，听了，然后里头有很多字打击、打击、打击，我说。 这不是我看到，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分享这个打击打击哈，那我就放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现在的情况。俄罗斯跟中国合作，也就是我们几年来的祷告哈，哎，几年来，二零零九年就开始为俄罗斯祷告，为总统普京祷告，当然也为一那个什么叙利亚祷告哈，然后呢？ 啊，当然我们当中啊，好像 Mike、Susan 他们，还有 Kelvin 是从中国来的，我们也每一天也为中国祷告，所以走到今天哈、哦。那还有一个为什么这西方？你看从这边可以看到，这是真实的话，美国正在也是在毁灭欧洲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管制欧洲国家，他这个受系统啊，他就是从他自己的国家，然后出去就是到欧盟的国家，然后要去俄罗斯、中国，要把整个世界控制。 控制啊，所以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控制整个世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拿收印，OK？这个收印之前呢，是国家不能够做买卖。如果没有拿这个收印，纸张的收印，那下个收印啊，我希望不是哈、啊。下一个人呃，有可能就是打在你身上的哦、啊，那小小的一粒像米豆这样。 米一样小小的，就像现在不是很多人打疫苗吗？你要去打疫苗，对不对？以后也不你打疫苗的时候，他就打下去啦。啊，你所做所每天做的事情，你看什么 video，你做什么事，上厕所，他都知道了。所以你不能够，你要好像现在为什么西方国家把很多事物都给毁灭啊？好像大工厂啊，做披萨做这些都把它毁啦。为什么毁呢？因为他要控制人的事物。当你没有事物的时候，你一定靠着你。 这政府，那政府就是把你这个 RFID 芯片是要打下去，你没办法，你没有打，你没有食物好吃，有没有？有没有？好，大家，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要懂得，一定要准备好回家，要留下来的人真的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好，好，接下来。 我们姐昨天前天不是读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吗？那我们就继续读一段一段哈。这他的嗯，可以讲他的题目就是说，上帝就是上帝，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做的。OK，上帝就是上帝，难道上帝没有威严吗？非常大的威严，是我们人不能够想象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来到世间做人，他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做人，所以上帝看到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有没有？我们每一天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啊，变成清洁圣洁，圣灵也每一天在清洗又清洗清洗又清洗，使我们能够圣洁哈。所以你认为说，你说丽丽啊，我以前上教会要牧师说我介绍了主耶稣，我什么都没好了。OK，我、wow, 要你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这已经到了到了末日了。 而且要等候，就背题。背题，你知道世界曾经有两个人背题，我就是以以利亚、以利亚跟以、e、诺两个而已。那主耶稣呢，是升天，对不对？OK，主耶稣复活啦，复活了，升天，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上帝呀、啊，对不对？好。 嗯、呃，那他为了我们，他牺牲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三十三年，OK，被时间被空间捆绑这样，所以他本来是万王之王，万就是说啊、呃、是一个上帝，他又何必为了我们？但是他毕竟牺牲了自己，所以我们也要像主耶稣这样，愿意牺牲自己哈、哦。好，讲到这边，我快点进入这个经文。 好，那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现在读二十二节到第呃呃二十五节哈、啊，接下去，上若上帝要彰显他的烈怒、他的愤怒和全能，就尽量容忍那些他预备要毁灭的器皿。那神可以拿一块泥呃一样的泥土。 OK，一边是拿来做很宝贵的，一边是拿来做要毁，呃不呃平房的，都可以，对不对？那上帝说他就算尽量容忍那些他要预备要毁灭的器皿啊，上帝、三六、上帝要彰显他的愤怒和全能，就尽量容忍那些他预备要毁灭的器皿啊。 所以，呃，像在西方国家这样，你说上帝是不是在容忍呢、啊？上帝一直在容忍啊，所以他毕竟知道说这些人没有毁灭的话，就这个毒品啊，你要毒品嘛，就是这个毒，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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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OK，这些不好的就会传染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被毁灭了。所以呢，神一定要把这些啊邪恶的，一定要把它拿到。 OK，当然我们也求神给他们赦呃声明呃给他们救恩了哈，但是毕竟他们一定要被啊毁呃,呃，就是他们的毒性、他们的邪恶一定要被毁灭。我希我们也希望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对不对？那二十三节，以便在那些。 他怜悯并且准备是以荣耀的器免上彰显他丰盛的荣耀，所以在意象当中，昨天有看到荣光一个啊、呃，也是讲到光荣荣耀哈，所以呢，上帝要彰显他的荣耀，啊、呃，这些都是对我们好的，大家要记得都是对我们好的，因为这是真实的。 的事哈啊，对我们好，我们跟着神的话，我们就能够与神在一起，远远享福，远远没有不会到地狱里头被火烧哈啊,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惩罚。那当然，这不是上帝要的惩罚，只是们这是地狱是属于魔鬼的。那魔鬼用各种的方式，他不能够抓到上帝，不能够抓到主耶稣，他就与主耶稣与上帝的子民，上帝创造的人。 在呃的子，上帝创造的人就是上帝的子女，有没有？不只是基督徒而已。所以他魔鬼撒旦在地狱里头看到这些，哦，我不能够抓到他的父亲，他的创造，我就不要烧这些这些哦，我很开心。他的爸爸在天堂吼，他的那个主耶稣在天堂他多么流泪啊，多么痛苦啊，我最好他痛苦有没有？但是主耶稣，我们的阿伯父,父讲说，这些人下地狱的。 他当做他逝去的儿子，他不能够每天在想念着他，因为魔鬼要他要折磨上帝嘛，所以上帝不可能让魔鬼所当来来折磨的。 OK，所以，我们上帝呢就带领我们到另外一端，他有我们这些人使他开心，有没有？啊，不是说从不能下地狱，还有很多回来呢。OK，那下地狱的根本就救不了了那二十四节，那些蒙怜悯的器皿呢，就是我们这些从犹太人跟外族人中被上帝呼召的人。 有没有我们蒙上帝怜悯的，就是我们大家，OK？正如上帝在河西亚河西亚书上说：“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子民啊，不是犹太人，不是啊那些啊是就是每一天都都跟神在一起，都念着经文的这些哈、啊、那些忠心的。 啊、呃，犹太人，我们不是啊。啊，上帝说本来不是的，但是他毕竟要称啊这些啊，怎样讲遵守。 上帝的命令的这些为他的子民，本来不是上帝所爱的，但是他上帝又称他们，也就是称我们是他所爱的。从前我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从前我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也要在哪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活上帝的儿女？有没有说？有没有看到？OK，以前说过，上帝曾经惩罚 OK 这些。 啊，这些什么流氓，这些啊,啊，根本就离开上帝的这些哈、啊。但是在一样的地方，神说我会把他们救回来的。啊，我就成了他们永活上帝啊的永活的上帝，然后啊，就成他们就成了啊，也就是你们是就成了永活上帝的儿女。 那接下来我能够，呃，电脑还好，我就接下去。关于以色列人呢，以赛亚先知曾经呼喊着这样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但是救得救的呢，只是剩余的人，是少之又少之又少的人啊。呃，第二十八节，因为上帝要在世上宣述，就很快的、彻底的执行他的判决，他的审判。 那以撒也又说，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后裔，如果不是万军之主就耶稣给我们存留后裔的话，我们早就像那些索多玛跟了索多所多,所多跟蛾摩拉,哥摩拉就哥莫拉一样的被毁灭了。所以大家要记得神的恩典，神是充满着威严的。阿门。 大家请看《Journal Page》一下哈，好看。好，刚才我有看到一个意象，关于《Journal Page》啊，好像有一点点改变。但是我要祷告一下，看神是不是要我的那个方式，呃，啊，或者是神在讲什么？有这个四个，四个什么那些？我们知道后面有四个黑天。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啊，阳、呃、历是十一月底回家，如果再加下去就不可能了啊、哦，就变成十二月了啊、哦。然后华人呢是十一月，嗯，到底啊，有、呃、因为我是看到一个真的 page，然后中间那边有四个方格，四个方格，好。 那大家请看真的配置下啊！大家都知道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呃，以色列的是九月 Kishley，九月也是三月哈啊，四号、五号，然后华人是十一月五号、六号初五、初六。那大家现在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星期六了啊！啊，接下来。 有没有看到底端？今年回家，二零二二年年，今年上去了哈。好，接下来下面的我曾经讲过，我就不多讲。那大家请看，嗯，今天给大家的 video 听，大概有 t say 的，我先给大家的都听到了哈。那就是一个是临命日两里头的哈，就是建造，呃建。 应该是建造建造房屋，建造房屋。另外一个是 Rabbi s h n a l d a 的哈啊，就是 Love the Sign of the i n t i m e 就是讲到啊，呃，末日的预兆，末日的预兆。 一找末字的一找对啊。好，那第一那边，请大家看一下第一啊。我们看昨天看到的一项，昨天看到三十二最少，最少三十二个，当时多到三十二。那我这边好像有好几个，okay,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OK，十七个意向放下来，差不多有一半了哈。 那请看第一那边是这样，有看到底端那边写着七点十一分，然后在东方又写着六。那七，我们知道以前认为是七月，但是神一直跟我们讲，就是你们一直讲的，呃，神圣的王了。那神圣的王了十一，那就是说神圣的王了十一月，到底这个是阳历还是？ 华人的日历呢？然后在旁向着东方写着六号，那就是十一月初六，也就是我们用的阳历十一月二十九号。东方回家。好，接下来呢，我是听到真的很清楚，非常清楚，很响亮的声音說，说男的声音说，everyone hand，什么是 everyone hand 呢？就是说每个人，你的手手。 产生一这些时候一直给我们看到手，对不对？他的手就伸出来，一直伸出来。到底我们有没有接到主耶稣的手呢？是不是我们的手还没有拿出去呢？有没有？ 记得上一次跟主页说嗨翻的时候，是我先出去，有没有？他的手就出来。那这一次呢，是他手出来，我们要要跟他相见，对不对？啊，我们新郎呢来到了，新娘，你的手要出来，你的手不伸出来，新郎怎么带你走了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心里都要准备啊，手要伸出去呀、啊。好，那接下来呢？ 啊，是这样。我听到声音讲了之后，我就看到东方的底端一个四方格，OK，四方格。这个四方格可以代表新天新地，然后写着字，这个习习就是习近平的习。大家你要，呃，其实习近平哈。 我很长，我上一次有看到他拿住麦在讲话，呃，几天前，OK，然后他真的讲了一一些话，很少讲话了，呃，我又忘记那个 video 在哪里了哈，有讲过一两句话而已啊，他真的有讲了那一天还是第二天。好、啊，这个“喜”有没有看到？呃，它上面是羽毛的羽啊，羽毛的羽就是鸟。其实今天早上我有看到一只啊、呃、老鹰。 baby 的老鹰，OK，baby、okay, 的老鹰，它的嘴巴是红红的，它是呃很小呃蛮年轻的那个老鹰哈、哦、一只啊、呃，我明天再讲。然后呢，这它有羽毛，所以你是主耶稣会出现像老鹰一样，我们是小老鹰啊，小老鹰才会飞得高，飞得强壮，对不对？ 所以呢，有羽毛就是一只鸟要飞了，然后下面是白色的，有一个白“白白”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圣洁的鸟鸟儿要起飞了。那什么时候呢？这边十“十一”是十一画，十一画就是十一月，也就是华人刚才讲了，华人的十一月有没有？那也是呃，然后呢，阳历也是十一月啊。 好，接下来看到新天新地哪一端有光下来？它的光是底端，就是好像一条路这样开始下来了啊，开始下来是剩呃银白色的，但是我没有银白色的笔，所以就用呃黄色的代替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就看到是呃龙光一个什么龙光一个啊？什我一直在讲的时候，龙什么是龙光一个怎样去接啊？龙光一个，然后给我聪明智慧，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荣光，OK，能够被提的人就有荣光了哈。所以为什么荣光从我刚才讲的呃新天新地那一段下来有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接你的手去接这个荣光，OK，每个人要接这个荣光，那你就会带着那个光冕，你的头上就有光冕了啊。好，接下来是看到主啊、呃，在那个一有一本就是 journal book 这样哈，呃 journal page 这样。 但是没有看到里面哈，就知道有一个一张纸一面哈，然后他给我看到下一面，下一面哈，下一页是什么呢？就写着这个白色的字，但是我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找不到这个字，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OK，那说主啊，我找不到这个字，我想我只能够拿它的数字了。那数字把它算起来，真的是八十二，八十二。我们今昨天是八十三啊，那下一面不是八十二吗？这个昨天看到的意项是八十三，剩下八十三天回家。那在下一面不是八十二天回家吗？所以算起来就是八十二啊。 啊，我说神啊，你真的太奥妙了啊！好，接下来是看到华语的字九，9, 在九点的单位，也是以色列九月回家。然后为什么要华人的字呢？大家要记得，神用三个字例，他不把我们分成说你是以色列人，你是犹太人，你是华人，你是西方人，没有没有，他是混合的。 因为只是用了这三个之力，因为世间的人有用这三个之力，上帝的之力是以色列的之力啊。好，那就看到九，然后又看到八，八就是代表天国对的，呃、代表家，所以呢，九八就是代表永恒的家。那为什么他要在这边突然间呢？他其实是给我一个线索。 就是说，刚才我不是很久一直在找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去想到下一个是什么。下一次要注意了，如果给我看到一些字，我根本找不到的哈、哦，那就看到下一个意向是什么，再下一个是什么，是不是有线索啊？所以这边是在教我们，也是教 Lily 说，你看这个字你不明白，对不对？找也找不到，对不对？啊，这是上帝给的字，那你要找线索，你要找下一个，你要找线索，再找下一个，你一定有。 有这些见证确定然后有确认的哦。好，接下来是第七，我就看到真的配置亚一条线下来，OK，然后旁边写着三点十分。那三点十分呢，也就是可以说以色列人的第三个月，也就是七月。 以色列第三个月，也就是 Kislev h。那以色列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就是 t i s o r y 也可以就是说，是 t i s o r y 啊，t i s o r y 然后呢，十就是完了啊，然后，啊，三也是完了，十也是完了啊。就是可以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说我们只剩下三个月。那因为啊，八十三也是比较接近九十嘛，所以我们就讲三个月回家了啊。 呃，那也是以色列人的第三个月，然后接下来是看到那个洗碗盆那一端，OK，洗碗盆那边，然后煮的时候是拿着一个 container 一个容器哈、哦，你吃饭吃好剩下的汤，你的菜什么不是放容器然后放在冰橱吗？然后就看到里面很像是汤水这样哈、哦。 但是就是不是白水要洗要洗一洗，白水不是就好像是吃剩下来的哦，呃，它它就倒进这个啊，这个什么，嗯，信 i 就是就是你洗碗盆那个洞洞出去了。 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时间的话，是四点二十八分，四点二十八分，也就是我们西方二十八号回天国，二十八号回天国，就是说神说你二十八号哪一天？OK，以前所剩下的。 意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太多意向了，对不对？因为神每一天给我们吃到非常非常的饱，呃，非常非常的饱。如果我今天要把全部画出来，我也做不了。OK，我已经很因为眼睛的关系、身体的关系做不了。然而大家也不能够几个小时在听着我讲，对不对？所以呢，神是说这些。 呃，剩下来的呢，就要把它丢掉了，因为怎样？二十八号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分，呃，二十八号是我们西方回家的一天，OK，那那一天很有可能如果有看意向，只不过是一几个意向而已，就是一面而已啊，一面可以说是十个，或者是少过十个，或者是只有一个呢，好，那时候我们再看，好，呃，就是那时候全部都要把它丢了。 啊，为什么呢？你叫这些意象给别人看，他别人也看不懂，<laughs> okay, 对不对吗？给别人也看不懂，他就把这些当做废物，对不对？但是给我们很珍贵呀、啊，是从神而来的，就算一根毛，我们我都觉得很珍贵、很宝贵，对不对？好，接下来是什么？呢啊、呃，第六那边是这样，我看到我自己在洗碗盆那边，胜灵就跑过来。你要胜灵每一次跑过来，他一定给我笑笑的，真的。 非常非常慈爱，非常非常可爱，没有颜没有说脸色变的那种，没有，就是带着微笑的哈。然后呢，他就他的一边手拿着一个 tray tray，里面有这个啊擦、呃、手的毛巾啊、呃，那擦手的毛巾这成呃两次这的就变成啊、呃、四个，变成一一这成四遍呃四四四折哈。然后呢？ 他就那呃，它的颜色是有白色，有 or color, orange color，orange、啊、就是橙色，就是代表背提啦。他一边手拿着那个 tray，有这个背提的呃依照 OK 的符号，然后他一边手呢就在那个呃、啊、水龙头那边敲敲一下。你说丽丽，丽丽洗好啦，什么时候洗好？你看那个时间四点二十九。 就是说，二十九号到天国，有时东方二十九号，我们这边二十八号。OK，已经晚了，洗好了，已经洗好了，大家都一起上天国了，准备好了就回天国了。好，接下来。 啊！现在刚才听到不是有听到电流的声音很大声，最开始的时候现在没有了，也不知道多久了，所以常常突然间就听到电流很大声很大，就是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觉得说上帝没有准备好，上帝什么都准备好。你看这个呃太空床都会能够到月亮这些啊，这些是人造的，那我们能够上去是谁造的力量啊？是上帝的力量啊，对不对？ OK，那接下来是看到圣灵哦，是这样，圣灵好就啊没有没有，不是圣灵，可以是代表主耶稣。我怎么了？他就从我的 right hand side，就是右边跑出来，跑出来，他跑带着非常 peaceful 呃的的微笑。 然后是个子蛮大的，然后大家都知道主耶稣的个子是六尺多哈、啊，这么高哈、啊、然后他跑过来，他没有穿着长袍，就是像我们这样穿着这样。 然后他的脸是我先生的脸，为什么用我先生的脸？我知道不是我先生，我知道是代表主耶稣或者是圣灵。当时后来我说，一定是代表主耶稣。为什么他是从我哆拉黑塞出来，而且呢，他用我先生的脸？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新娘，教会是新娘，那我们的新郎是谁？就是主耶稣，对不对？你要说圣灵也可以是一样的，因为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然后他就把。 跑出来，他的手就伸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说他就要来了，他的手伸出来，我们的手有没有伸出去呀、啊？就是说他手伸出来，我们就是要牵着我们走啦。他不是来抢我们走，他是来带我们走的。那圣经里头讲到抢我们走，就是说他的速度很快。其实以色列结婚真的，新郎来的时候就是速度很快的，就借走了新娘哦。好，走到哪里啊？ 那第一接下来是看到十一六十一就好像等于这样六等于也就是两个一就是十一月，然后六就是十一月初六华人十一月初六东方回家。那接下来是好像真的配置一一样，自己知道是真的配置的一的上面，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你是看到十一，然后背景是粉红色的，粉红色就是讲喜了啦，那就是讲与我们每一天用的日历，因为我上面的日历是写着。 最呃最大的就是写着阳历嘛，就是阳历十一月回家，啊，本共这也就是喜乐要进祝耶稣的婚宴啦。那接下来是看到啊底端那边写着“月”，月就是英语字“年”的意思，然后在旁边东方那边写着“十八”，那年的数字是多少？年的数字是四十九。 那四十九我们想什么？是我们想到九月十号，也是想到什么？也是想到主比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以色列人是一路一路哈，是一路还没有到 T Street 啊，T Street 是第一个月，一路也可以说是十二个月十二月。那我们现在呢，还是一呃一路，那呃、啊、接下来就是进去新的一年。 你知道以色列的新的一年是哪一年吗？是五七八三，五千七百八十三。他们的纪率是五七八三。我们不是一直呃听到是呃不是一直啦就是一次。然后看到意象说三八过了，三八过了,了，这边有八三。你知道以色列的语言是呃的字体是从东到西，华人本来也是东东到西，有没有？如果是从东到西，就是三八，三八过了，就是讲到今年二十二年了、喔。 但是这是以色列人啊、呃，以色列人的新的一年了、啊。对不起，新的一年是三八，啊，对，是三八过了八三，83, 然后呢，呃，四十九，现在还是四十九啊，现在还是四十九。那到五十就是 t 十，就进入了五十啊，t 十就进入了五十。那五十的话就是主比利了。 就是 j 比利回了，上一次不是五六年的时候，呃，五年多了，有看到突然间半夜醒来有没有？好像是半夜醒来哈、哦，然后看到字五八零零，OK，白色的字五八零，很大字，然后就听到声音说 In Jubilee，In Jubilee，所以呢，我们 t s TREE 呢就进入了 j 比利那三的话就第三个月，也就是 Kishlet 啊 Kishlet。 那接下来十八是什么呢？十八八加一，1也就是九，也是以色列的九月，也就是三月，好。然后十八八，八是代表家。好，接下来九跟八也是永恒的家。呃，那接下来是在六点的单位看到十二圆圈十二，就是完了。那在六点的单位写着十二，要记得十二加六的话就是十八。OK。 十八也是三十点，对不对？也就是完了，OK，也可以说完了要进入主比例，有没有完了要进入进主比例？那大概这个十二也可以代表，呃，就是现在的一路了然后要进入呃，进入什么？ 要进入主比利，主比利就是今年啊、呃，以色列是从 T Street 开始，也是 T Street。St reet, 这个过了，再过十几天啊，将要二十天，就进入了呃，进入了这个 T Street 啦、啊，就是进入了朱比利的一年了哈。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青色的杯子，很漂亮的杯子，根本我没有这个颜色，很漂亮青色的杯子哈，啊、呃、是。 嗯，怎样讲？啊、uh,，我家里没有这种的，好像他们来量那个面粉什么，但是他的面粉呢已经到上面了，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离开埃及，上帝就叫他们准备面团。OK，那他们的面团呢是不可以放酵母的，酵母的就是不可以放 east 的。 就是没有翘翘的呃面团，然后做面饼，对不对？就是硬硬的了，<laughs> 不能够放放、e、east。第一，east 的意思很多，还有一个意意思啊，east 如果在发作过了两个小时就变酸了啊。 所以呢，这边也是讲到说，我们那个面粉差不多够了。如果再等着它上去的话，大概就等到回家的时间。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将要平面了哈，就是这样撒过去就是够了一杯，这个杯是比较大的杯哈。所以就是说差不多够啦，差不多够啦，就要做面团啦，对不对？就是说就要离开了，就要离开了。 后青色也是代表走，对不对？然后哦，对，还有一个我忘记写下来，就是看到这个杯子是走啊倒、呃、数的。我们呃一点两点是从上面走下来到东方下来，对，它是另外一边下来的，这是走倒数了啊。好，接下来是看到九点的单位到十一点的单位有一个啊、呃、青色的一个一个客客叫什么？啊？嗯，这个这个线哈、啊。 是一个有一点圆圈，呃，圆圈的一部分，然后呢，啊、呃，就是青色的。九点到十一点，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九月，我们用在这里十一月，华者也是十一月。OK，中间是十，十就是完了，然后就写着十七，十七就是胜利了，十七也是九加八，8就是到胜利了，进入永恒的家。所以大家继续努力，一定要准备好回家。